原标题武则天儿子的墓葬，解开一响唐朝国糗。今天风靡英美，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袁燕，来自公众号我们爱历史，字数1881字，阅读时间约五分钟。上世纪央视一部唐朝题材经典影视剧里曾有这样一段有趣剧情，大唐军队大破吐蕃，杀的吐蕃使者慌忙跑来长安求和，心情大好的唐玄宗哈哈大笑，一挥手回去给你们的吐蕃赞普说，下次再想和朕打仗不用派军队吗？可以把你们的吐蕃马球队派到长安，大家一起打场友谊赛吗？这个叫马球的运动在今天中国已比较陌生，但放在唐朝年间竟然有胜似千军万马的火热程度。陶董发掘的成果告诉我们更火。一、壁画里的唐朝国球。1971年，考古专家在陕西乾县挖掘出一个墓葬，据考证是大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次子张怀太子李贤的墓。李贤是高宗朝第三位太子，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后于684年死去。20多年后，其弟唐睿宗李旦追封李贤为张怀太子，提高其墓志规格，将其陪葬乾陵。墓葬经发掘后，考古专家发现太子墓此前已经被盗掘毁坏，随葬品一个都没剩。不过让考古专家惊喜的是，墓道中多组彩色壁画完好无损，特别是高2米2宽近7米的马球图更是让人眼前一亮，也由此揭开了这个在唐朝风靡一时的一项全民运动——马球。马球是一项体育运动，在我国古代也将其称为击鞠。马球的起源一直没有定论，但曹植的一句“连旗击鞠壤，巧结为万端”，说明至少在东汉末期，马球就已经在中国出现，而它在民间盛行，成为真正的国球，则是到了唐朝。唐朝初，由于战略需要，唐太宗大力发展轻骑兵，为马球的发展提供了条件。而马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，不仅要求选手有超高的击球技术，更要具备精湛的骑马术，这反过来又有效地提高了骑兵的骑术，因而马球成为军训的一种手段。加上李氏皇族的喜爱与推广，迅速蹿升至大唐的国球。《唐书本纪》里经常会有皇帝临幸某处击鞠的记载，这说明唐朝皇帝大都亲自上场打球。中大唐一朝有文献记载，喜欢打马球的皇帝就有11人，个个都堪称专业选手。第一个爱打马球的皇帝就是唐太宗，中宗也爱马球，上好击鞠，由此通俗相赏。据说宣宗打马球时，骑上矫健的骏马，能连击数百击，骏马飞驰，迅如闪电，让军队中的打球手们大为叹服。最不靠谱的是唐僖宗，甚至让武将们以打马球的分数高低来竞选西川节度使的人选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二、大家一起打马球。而大唐打马球最为出名的皇帝，莫过于唐玄宗了。公元709年。吐蕃派使团到长安迎娶金城公主，迎新队伍里有一支马球队，与唐朝宫廷马球队进行了友好的友谊赛。可几场比赛下来，宫廷马球队都惨败，皇帝面子上挂不住，便钦点李隆基、四国王李雍、女婿杨慎交、武延秀等人与吐蕃展开对决。李隆基的球艺了得，所向披靡，率众大胜。后来当上皇帝，李隆基也没忘看球打球，所以抛出一句题外话，唐玄宗爱的不是马阵，而是马球。皇上们爱打马球，场地怎么办？别急，史书中可以看到在某殿某宫打球的记载，这说明宫城禁苑中就有球场。在西安的唐代大明宫遗址中出土的一块石碑上，清晰地刻着含光殿及球场等字样，充分证实史书记载的准确。由此可见，
球场建设是宫廷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。皇帝都如此爱马球，王公贵族自然也不能落后。唐德宗时的司徒李成就有自家的马球场，文宗时的翰林学士王元也在自家建起马球场，就连新进的进士状元们也要比试一番，来一场月灯阁下打球。进士及帝制后的盛会绣球技，书生不再文弱，跨上骏马就瞬间变身为身姿矫健的打球手。也正因为此，唐朝的文人改行当武将的大有其人，比如高适、李绅等，后来都当上了节度使。换句话说，打马球成为文人武将的必备技能。神策军是皇家禁卫军，其中的兵将个个都是马球高手，还可以靠球技升官。男人们爱打马球，女子也丝毫不逊色。那时的马球动辄是一场百人以上的男女同场竞技，另外还有专业的女子马球队。花蕊夫人一句自教宫娥学打球，玉鞍出胯有妖柔，道出了宫中女子打马球的优美姿势。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幅唐代的妇女打击球图，画中四名妇女身着球服骑马打球，也是唐朝女子玩马球的最佳证明。唐朝马球运动波澜壮阔，全民参与，玩起来相当嗨皮。根据史料记载，马球比赛分左右棚，也就是甲乙两方，各方人数不定。比赛时双方骑在马上争技，一球以将球打入对方网中为胜。当时没有头盔等保护措施，球场上马匹跑得快，球杆到处飞，球门又巧，所以危险系数很高。韩愈曾讲道，小者伤面目，大者残形躯。如此危险剧烈的运动，豪放的大唐人偏偏喜欢，常吸引观者无数。遇到精彩赛事，围观者可达数千人，真是欢呼声惊天动地，经久不息。马球作为唐朝的国球，当之无愧。大唐的全民运动，打马球，骏马嘶鸣，球杖飞舞的激烈场面，被定格在了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上。隔着一千多年的时空，依然可以感受到紧张欢腾的气氛。后来马球运动传至日本，13世纪时东传到印度，其后英国人发现这项运动，将其带回英格兰。1876年马球传入美国，开始风靡欧美，随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，成为一项全球运动。但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了。扫下图二维码即可读白话史记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